这叫卖力气啊，这个。嚯，不至于湿到那儿去。你好，这是嘴里太没功夫了。哎，一晃，啊，高峰来的时候真是小小子，也年轻。你看现在都谢顶了，嘿，让人感慨。嗯，他来那会儿没多大呀，二十出头吧。是，也就那样。嗯，后来来了几年，嗯，把我们这报幕那大闺女拐走了。嗯，人结婚了啊，结婚了啊。对，后来生孩子呢。嗯，他媳妇生完孩子给我打一电话。嗯，哥，我生了。呼呵。给您道喜。嗯，哎，得嘞，就是是个女孩，对不起啊。我说嗨，这么对不起，跟你道什么歉呢？人家挺好，挺好，挺好啊。一晃，啊，一晃，老高也沧桑了，就是大了。这些年我是亲眼看着好些个事情一步一步的，嗯，亲眼看着岳云鹏从炸酱面馆的伙计成为大明星，这是蜕变的。亲眼看着郭麒麟从一个小胖子变成一个大帅哥，多好啊！亲眼看着张云雷打南京高铁那儿掉下去，好嘛，又飞起来了。哎呀，岁月不饶人，我也没饶了岁月。是啊，挺好。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于老师能在一起说相声。哎，这么多年了啊，挺好。您别哥俩这个就这份感情，真的是是是，感谢各位，感谢大家。嗯。尤其这些年于老师和他你把这放下行吗我就准知您干什么、哎、太可爱了啊这是一种暗示哈、啊、谁说一种暗示啊嗯谢谢大家啊嗯跟嫂子我们好好的谁呀、啊、说相声很简单很简单说好了可不容易是而且这个玩意儿来不得半点虚假啊糊弄人不成那是嗯你举个例子来说哎呀看同仁堂买卖不错哦，郭德纲于谦凑点钱开几家同仁堂啊你开一万家也不管用你不会啊不是说这个吃的药多了就能成为大夫嗯啊这个术业有专攻得道有早晚对对过开家相声厂子哎呦人家挣钱我们这不挣钱嗯把于老师勒死挂他门上讹他啊这三五百块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太不值钱了我也给我弄死才三五百说句实在话啊啊得从小到大一步一步来嗯我们这行不养老不养小是啊你说四岁五岁孩子站台上一说相声往这一站小可爱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呵一说这个是大伙都挺高兴的就对那我可不高兴了、啊、就说小孩那个状态嗯但你说真到了我们这个岁数也那样行吗我们这好家伙到三四十了还站台上、嗯、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这个说句良心的话啊、嗯、因为观众心里他是有一个底线的哦啊我要解释这个问题您说你看两个孩子站台上说这个您还可能还觉得行好玩小孩可爱原谅真到咱们这个岁数说实在我是你爸爸这说句良心我也不是那么开心对因为我很不开心我跟您说因为他不是真的对要是真的我更不开心了吗那不是那我还得先上全聚德包葱去吧对这嗨别提这个了相声都是编的对刚才那些都是真的对谁说的我们都打小学相声嗯四门功课哎说学逗唱这是基础嘛说好了不容易唱好了也不容易都得练我们这个唱叫太平歌词哎这是我们的本功唱啊特别简单你看、嗯、观众都会、嗯、杭州美景盖世无双你看、哎、听着特别简单是旋律也不复杂哦于老师当初为了唱太平歌词嗯在太平间住了半年啊我在那儿练出来的唱完还喊呢啊不服的都坐起来好家伙你坐起来我躺下啊很成功啊都很成功包括说相声对我们来说嗯都是我们的老师是都得学都是老师没有说对说相声没用的没有哎实话实讲啊艺不压身你看曲艺类的戏曲类的嗯都得学哦你看那会儿我们小的时候嗯、比如这段相声涉及到京剧了嗯啊就给我们送了京剧团学京剧谦哥那会儿就是没少上京剧院我喜欢京戏啊一到京剧院一大帮大爷就把他围上了大爷们多人缘好啊都喜欢我拉木的王大爷啊扫地的赵大爷啊做开水的孙大爷嚯、哦、看大门的刘大爷不没有别的呀全是大爷就是一大一把的老头哇都围着呢
哦，哎，比如说这段相声涉及到评剧了，是，哎，就把我送到评剧院去了。啊，您喜欢评戏？一到那儿，一大帮唱评戏的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您怎么改小姐姐了？那还唱花旦、唱青衣的那个啊，啊，十七八岁，二十出头吧，哦，七十多个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哦，嗯嗯，瞧，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嗯，来不及了，你知道是。当然，谦儿哥在我们这行出类拔萃。您客气，他评戏唱的也很好。没有，我怎么能唱评戏不成？来，来两句。我，您太客气，您这学专攻的评戏的。于老师唱的可好了啊！于老师那会儿没事老上评剧院那儿找我玩去。是、啊。他也不是为找我。嗯。啊。去了，把我扒拉开了，跟小姐姐们聊天。我主要是躲那帮大爷。啊。唱得好，他还会唱那个什么，啊，刘巧啊，哦，您说那现代戏，两句就听会，你看，嗯，您瞧，来来，我帮助你啊，咱俩一块儿唱、啊，他会唱，他会唱，唱得好着啊、嗯，那个评剧现代戏刘巧，嗯，奚梦霞老师的代表作，是电影也拍了，嗯，跟那个小生有几句对唱，于老师唱的，一回婉转啊，我给您搭个架子，来来来，再来一块啊，听您啊，来，一见大婶扬长去。柱儿心中暗着急，悔不该做事太无礼，悔不该对人瞎猜疑，走上前叫巧儿，我对不起你。咱们俩谁跟谁，何必太客气，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咱到村子里头解决问题，村子里一旦是不同意，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县里头还是不同意，咱到省里头解决问题，省里头一样是不同意，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这什么词儿啊，这是哪儿有这词儿啊，废话，废话，我这记不清楚。反正是那会儿老唱这个玩意儿，后来就忘了。都是我们的老师，评剧啊，河北梆子、地方戏，什么都得唱。是，但是很难，因为每一种戏曲的发音位置不一样，是吧？你包括河北梆子，嗯，梆子啊，嗯，唱起来唱腔激昂慷慨，单一味儿。但是梆子呢，女老生跟男老生唱法都不一样，还有区别呢。男女同调，梆子用板呼。哎呦，调门也高，梆子是是，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哎，你看女老生那个冲劲儿啊，你看那个有这么句，您来两句。可说是我的儿啊，哎，你想想，不一样，嗯，我也是欠，我这冲特别冲是吗？但是男老生就不，男老生到不了这个位置。男老生呢？他是。本公音和背公音就是真假嗓子相结合，半说半唱，这有难度。可说是我那不懂事的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嗯、这人要不长记性啊！嘿，哎，还有一个爷爷骂孙子呢，不听了，不听了，爱给谁给谁唱啊。这是这梆子它不一样啊、嗯、当然最难的是京剧啊，大戏了，那是京剧可不容易啊。对啊，京剧当年是四大徽班进京的时候，嚯、哦、四大徽班啊、嗯、乾隆过生日，哦，全国各地来了好些个唱戏的到北京、嗯、北京城遍地搭的都是戏台，全唱戏啊。资料记载包括西直门外高亮桥路边搭的、嗯、一个一个戏台都是，嚯、哦、全国的戏曲都来，嗯啊，但是有唱徽剧的，嗯啊，有唱这个各种小调的，嗯啊，当时在北京那会儿没有京剧，哦，当时给皇上唱的就是昆曲，哦，哎，这些个地方戏到了北京之后，嗯，给皇上拜完寿没走，哦，就留在了北京，嗯，吸收了昆曲的东西，再把梆子的地方戏小曲糅合一块儿，嗯，才出的这么一个京剧。哦，从那儿有四大徽班进京之后才有了京剧，嗯，那会儿来说北京城。高官显宦们有身份人很看不起，是啊，听昆曲雅致，嗯，听京剧这个让人看不起啊，俗了。但是呢，在不断的斗争当中，因为艺术嘛，它永远是为外行服务的，嗯，所以说最后还是大批的外行战胜了昆曲，是、嗯、才有了京剧，这国粹，这叫
京剧一步一步。我们小时候也都学，嗯啊，这个咱俩今儿唱个京剧怎么样？啊，哈哈，又唱京戏了。啊、这戏咱俩好好唱，唱一个冷戏。我还要整段唱。唱完只要今儿成功了啊啊，今儿成功，过完年我带你咱们俩出去丢人现眼，就带你巡演去。啊，巡演是吧？我带你啊上那个遥远的一个地方啊。哪儿啊？澳大利亚。还闹大地呀！闹大地呀！您说的是出国演出？怎么样？我带你，咱从这儿走，咱先这样、嗯，先奔日本，先奔日本。哎，日本也看传统戏曲。您说国巡演、啊？巡演，打日本开始走。哎呦，哎，日本演完之后呢，咱们就奔越南，好吧？从日本奔越南。越南完事之后，柬埔寨。嚯、哦，好啊，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啊，哎，缅甸、仰光，反正这几个地儿，咱们演完之后，嗯，咱把零钱数数，只要够，咱俩就奔澳大利亚要饭去了，是怎么着？不是把零钱数够了，他肯定会有给零的，有给整的，都有零的搁你那儿，整的搁我这儿、哎，好吧？但您给我看着啊，咱换完之后，咱俩就买张长途票，咱俩就闹大利亚。好家伙，这非淹死我！我带你到那叫布里斯奔。嗯，布里斯班、啊、哎，我带你咱俩上那儿黄金海岸。您就是好啊，咱们去出国。我带你上黄金海岸，咱俩趟浪水去，好不好？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嘿，趟浪水。咱俩把这裤子挽上来，咱俩黄金海岸，咱俩就趟浪来趟浪去。哇，您这是趟浪天雷，趟浪天雷。嗨，这家伙点儿，您带你出国演出，愿意不愿意？这挣钱的事儿当然愿意了，可以吗？我这太好了，我跟着你看见了吗？看见吗？看见吗？看一说钱，这老艺术家的脸都怒放了。不是你，你不是淡泊名利吗？那也得挣钱养家吃饭呢。你不用，你不用，你家我给养。我用不着，用不着。你我这嗨，您别弄这，您把这放下，您老多说无益啊。这行，您也别比划。你懂的，你懂的。我懂什么呀？嗯，咱们挑一出现在不经常唱的戏，好不好？我听您的呀。这出戏的名字叫《洪阳洞》。嚯、哦，这可少见，好吧？洪阳洞，哎，可以呀、啊。洪阳洞是杨家将的一个故事，那是啊。这个戏好多年没有人唱了，是啊。哎、啊，就是想当初杨六郎的父亲老令公，嗯，死在这个两郎山了，是尸骨呢被北国人带回去、嗯，放在洪阳洞。对，后来杨六郎想，我父亲的骨灰在那儿呢，我得把弄回来呀、啊。是啊，跟前有俩兄弟，一个叫孟良，一个叫焦赞，这是哥俩。哎，我们让孟良去盗这骨去。稻谷，哎，焦赛呢说我也得跟着、嗯、就去了。嗯，到那之后，洪阳洞黑了呼呼洞的，没看见。哦、这孟良觉得后边有人，嗯、一斧子就给焦赛弄死了啊！完事觉得挺别扭，自个儿也自杀了。哎呀，消息传来，杨六郎也死了。是，这出戏也叫三星归位，就是这么个故事。这就是春节期间唱了那个喜庆祥和的一个戏。哎、这个，嗯、啊，这叫喜庆、啊。这一折叫洪阳洞，是俩花脸的对戏。对了，一个孟良。一个焦赛，对啊，好，这时候戏咱们来一回吧，可以啊。他小时候他学过这个啊，我这倒是练。但是你要出国演出，你比如说你要到日本了，嗯，到了什么东南亚地区了，到哪儿他不一样，啊，这还有改动啊。哎呀，你看看现在整出大戏，整出大戏，过去按规矩说一出戏四个半钟头，然后为了参赛改成15分钟，哎，这不全下下去了吗？那你没办法，对吧？啊，这团里有要求，我们只能是演一个半钟头。所以很多戏都掐了，这个也正常。哦，尤其出国演出，是适应不同观众的口味。尤其咱们到澳大利亚，对吧？啊，别提澳大利亚。咱们唱完戏一趟浪水也挺好。行，好吧，不用。我来孟良，你来焦赞，我来焦赞，好不好？可以啊，打花脸，咱俩出来把这场戏来一遍，来一遍，大伙儿一高兴，好，唱完了，咱们今儿开了箱，明儿我就带着你，咱俩就趟浪水去挣钱去了。哎，好吧，我跟着你、啊，你跟着我啊，跟着我、啊。好，来。更起来稻谷，北国有个洪阳洞啊！这对对对对对对啊！这出戏是不是很多年没有人唱了？啊，是，就是因为你们太陈旧了。北国有个洪阳洞，千里迢迢路不通。啊、对呀、啊，元帅三经得一梦，梦见他父老令公，对吗？您会这？您对，我要唱那个，我能上澳大利亚吗？那您澳大利亚怎么唱？就按我这来，机关秘密要谨慎。
机关秘密要谨慎。对了，那我怎么接呀？你侦探北国走一程啊。这里还有侦探呢，你看看，外国人澳大利亚一听，哟西，这是澳大利亚人吗？这是日本人在澳洲长大。嗨、哎，全行，来、哎、我这来，哎，走啊，更起来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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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起来，空嘞矿，你猜嘞矿，机关秘密要紧的深，侦探不过走一程，腾提汤啊。大花脸呢？你不要脸呢？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跟老艺术家说话呢？废话，哪儿大花脸这词儿都出来了？那我是谁啊？你是孟良啊？你是谁啊？我是焦赞啊。咱俩到这儿，我是孟良，我是焦赞，这叫报名啊。这到了番邦外国北国呀、啊，人家那儿架着机关枪呢。什么呀？哦，来了两个人呀、啊，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好家伙啊，这到河北了，您说就说这意思、啊、要化名啊、哦、化名怎么着，就我大花脸，我呢二花脸呢，哦，二花脸、哎、二花脸、啊、你的来，这有什么呀，走啊，杠起来去，杠起来去，杠起来去，共来逛一起来逛，机关秘密要紧的深，侦探不过走一程啊，大花脸呢，二花脸呢，来的我的伙计，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怎么还打嘟噜，还是我怀里怎么了，这是咱这地儿离俄罗斯很近，知道吗？哪儿就离俄罗斯，你得让他们听出有方言来，知道吗？来的我的活鸡，哎，打一招呼，外国人一听，哦，这是自己人啊，这就自己人了，哎呀，来的我的活鸡，嗯，我说什么，你说我早就来了，哎，呵，好家伙，早就来了，行不行，我就听你的呗，要行咱们就闹得利亚了、啊、肯定去，来吧，走啊，更起来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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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来逛一切来逛，奇怪秘密要紧的深，侦探不过走一程啊，大花脸呢，二花脸呢，来的我的伙计，这我怎么听怎么别扭，这句话快，哎，这伙计我早就来了啊，来了就好，嗯，我来问你，嗯，你是叔爷家的儿子，这不是废话吗，这你看我是谁家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说呀，说什么呀，就这句，我是我爸爸的儿子，这不是废话吗，这个废话也得说，这不是咱俩说废话啊，掩人耳目，这还叫掩人耳目，哎，你谁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哦、那上面站着好多外国兵呢，是吗，哦哟，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这嗨还是没明白，哎，我就问你是谁家的儿子，我就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这么说就对了，简单，好，来来来来，离着闹得利亚又近了一步啊，哎，我就好好学习，更起来去，更起来去，更起来去，更来逛一切来更，奇怪秘密要紧的深，侦探不过走一程啊，啊，大花脸呢，二花脸呢，哎，来的我的伙计，伙计我早就来了，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你可愿意，这不是废话吗，这是我愿意的事儿吗，那我愿意不愿意啊，这不是愿意啊，愿意就是说呀，我说什么、你得说我倒认可，还得说认可，那这都是迷惑敌人的话，我拿我爸爸是我儿子迷惑我敌人，哎，外国人纳闷，哦，这啊，就好，快点快，一会儿澳大利亚机飞了啊！哎，快来，更起来去，更起来去，更起来去，更来更一起来更，奇怪秘密要紧的深，侦探不过走一程啊，大花脸呢，二花脸呢，来的我的伙计，伙计我早就来了啊，来了就好，我且问你、你是叔爷家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你倒远了矣，某倒认那可呀，把你过继我两天，认可不认可，不认可，这叫占便宜知道吗，一点儿都不便宜、啊、怎么就我就过去给你了，那有什么可便宜的呀、啊、这主要是外国人一听，哦，他是他爸爸，对对对对对对，他爸爸头发都没了，岁数大了，那什么，这外国人太爱掺和事儿了，这就是迷惑敌人，这知道吗，我你得把词儿说顺了 啊怎么着，哎，你没上过学这个事儿 啊我学了，就是到这我得问你，你把我过去两天过、啊、过认过不认过，那我说你得发自肺腑的啊，哎，某刀认可得不得了啊，
我也太贱了吧！我也做戏嘛。哦，就这唱完了，咱们俩就飞了，这就行了，是吧？就是人儿啪，咱们走。好，好，这好，来，走，更起来去，更起来去，更起来去，宫里逛，一贼里逛，奇观秘密要紧的深，侦探不过走一程。啊啊，大花脸呢？二花脸呢？哎，来点我的伙计。伙计，我早就来了。哎，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你可怨得意？我倒认得可。把你过继我两天，认可不认可？来，快，快，来，来，赶紧，我倒认得可的不得了啊！这还罢了，更去去去去。回来，回来，哪儿的就跑了？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怎么你就跑啊？什么事？怎么了？往下唱啊！往唱什么唱？这戏就到这儿，这都参赛掐成十五分钟，团领导说了十五分钟，多了扣分。不是啊，好了，没事了啊，就掐到这儿了。对对对，那么今天元宵节呢，我们大家先等一会儿啊，不是这戏就掐到这儿，就到这儿了。哦，再来一遍吧。好什么的都有。不，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机关你别唱啊，换换吧。我来孟良，你来交赞，好吗？来不了。怎么来不了？你那个词儿我不会。哦，我这词儿你不会，你怎么教我来了你？唱啊，还得唱，必须唱啊！那来来，跟我走啊！唱，换了啊！换换换！哎，走吧。杠起来去，宫里逛，一切里逛，奇怪秘密要紧的神，侦探不，这不是没换吗？这不是，你别张嘴，我先唱。这谁嘴快是谁的、啊？没听说。那你得唱，你不唱我就唱了。看我先唱啊！来，走吧。杠起来去，宫里逛，一切里逛，机关秘密要紧的神，侦探不过走一程。啊，大花脸呢？二花脸，来点我的伙计。什么乱七八糟？又怎么了？这不是还是没换吗？那你谁先说呀？我先说、你先说，那你倒说呀，别老抢词儿啊。那我走啊，走啊。杠起来去，宫里逛，一切里逛，机关秘密要无尽的神，侦探不过走一程。啊，大花脸呢？二花脸呢？来，这还我来不了，这不灵吧？你看看，嗨，你这不是我的伙计？哎，伙计，我早就来了。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我是你爷爷的儿子。你倒认可，你是认可的。后来呀、行了，咱别闹得立亚了。你不跟我趟浪水去了？这没好。哎呀，谢谢于老师啊。您客气。于老师求我好些天要演这个。我怎么那么贱呢？这个是个传统相声。哎，啊，叫《洪阳洞》。是，这段大概得有了这么七八十年了，还不得？哎呦，老相声了，这老相声年头太早，过去都是在马路上演这个。哦。演一段，观众一乐，就算开始要钱。对，打零钱用。哎，对对对，挖掘城里拿出来，大伙一听一乐，是不容易。听相声您也不用想的太多。嗯，对我们来说，相声就是个工作，哎，手艺，嗯，养家糊口呗。是，剃头修脚卖菜说相声，上非洲当皇上。哎呦，人这一辈子就是这几十年，嗯，怎么开心怎么快乐就好，这就对了啊。台上这些个您不用往心里去，啊。不用往心里去，台上吗？这都瞎编的，哎，啊，你包括刚才说什么嫂夫人了、啊，他们老爷子了，什么包葱啊，啊，这顶多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有个95%，然后、啊、这就不少了。您呢，95%，那就纯瞎编的。我就怕见他父亲，是吧？我谁也不怕，我就怕见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在我的节目里边实在是丰富多彩。
我爸爸还怕见你呢。得拉倒，谁也别见谁啊，别走动，别来往。老头特别的可爱。是啊，您各位哪位要是有时间路过大港油田，就能瞧见他们老爷子。啊、对，他们老两口在天津，在天津退休了。是，老头那儿有一个大院子，嗯，挺好，院里有树，夏天坐树底喝茶。是，哎，然后靠着院外边有几间闲房。嗯，后来老头把那房租出去了，挣点零花钱也挺好。哎，一天到晚的退休费，对，这几间小房一租，那一月还挣几千块钱，挺好嘛。儿子们还孝顺，孩子们都挺好的。嗯，哎，老头老太太足吃足喝，哎，不错，没愁。没事，下午睡一觉，起来，嗯，就上门口跟这个租他门脸房的小两口聊会儿天，闲聊。这一天就算不错。嗯，你像这日子口，他们那小两口就忙起来了。忙什么呀？哎呀，这个正月十五嘛，啊，过节元宵。哎，他父亲租房这个院子门口三间小闲房，嗯，租给两口子人，嗯，卖元宵。哦，做小生意，做小生意，嗯，打的元宵。什么叫打元宵？现在其实都少。嗯，我们小时候这个特别多。嗯，弄一大笸箩。嗯，提前把那个糖块馅儿弄好，切成方块。嗯，撒上水，搁在那个笸箩里边摇。哦，笸箩里边撒上干面，这么一摇。嗯，一会儿呢，你想那个糖块上沾上水呢，啊，再沾上那干面，慢慢的就摇圆了。哦，摇来摇去，哎，这叫打元宵。打元宵也叫摇元宵。对，旁边呢，有一炉子做一锅，嗯，这水老开着。做锅干嘛？你要买生的回家也行啊。你要说在这儿给我煮一碗也卖。哦，还有现吃的。就是小两口带着一孩子，这孩子一岁，小孩儿呢，天天跟这儿摇元宵卖也挺好。哦，是，哎，刨去了交他父亲的房钱呢，小两口挣的钱呢，比上班还多。那不错呀。啊。哎，像这日子这挺好。那真忙的。他父亲也是真疼人呢，是吧？每天下午睡醒一觉四点来钟，啊，他爸爸就打屋出来。哦。还趟着料呢，我爸爸这，上岁数还没改呢，上岁数腿底不利索啊，站这儿，这男的屋里屋外忙活，这媳妇呢干点轻生活，干嘛呀？就抱着这孩子，哦，抱着孩子跟这摇这笸箩摇元宵。哦，他爸爸就爱站着小媳妇跟前儿，啊，你这逗猫呢是怎么？哎呀，累吗？哟，于大爷。啊，不累，嗯，也不易啊。嗯，什么毛病啊？这都是，哦，好家伙，嗯，都出汗了，嗯，管着管不着啊，还挺白，看什么呢？这是人家这女的，你要租她房没办法啊，看是，哎，干点小买卖呗，嗯，抱着孩子，一岁的孩子，怀抱呢，她这个日子过得不是特别好，嗯。要是纯买尿包啊，有时候都觉得舍不得，就是尿不湿是吧？给孩子穿一开裆裤，哦，抱着这孩子，还是半拉屁股在胳膊这儿，嗯，摇着元宵，嗯，一岁的孩子，嗯，他有时候大小便还不能自理，他都不知道，孩子不知不觉的呢，嗯，拉出一个小屎蛋来，哦，拉了，小孩一岁就这么点，是，你要说于老师，哦，我你甭待。你说我干嘛呀？哦，嗯，这就这么大小水袋儿啊！别比划了，他妈抱着他嘛啊，摇着笸箩，嗯，这小水袋儿吧噔儿掉这笸箩里了。嗨，跟那些个什么黑芝麻馅儿啊，什么各种馅儿，啊，混在一起，不好摘这玩意儿。但是也不能说不好摘，嗯，它怎么着，它比那馅儿要大啊，它馅儿它大，它摇出来个儿就大。哦。所以这一笸箩里边就这最大，大个儿，哎呀，大个儿的啊，嗯嗯，哎呀，啊，要他爸爸，啊，给我煮几个吃吧，馋了，煮呗，啊，哎，那个丈夫就过来，拿手在笸箩里这么一掐，嗯，端起这么一把来，锅那开着呢，就扔到锅里边，下锅了，这里边就那特别大的那大元宵，捡大的挑。一会儿就熟了，啊，这东西一飘上来就熟了。对，拿罩里一捞，嗯，捞到碗里，浇一勺热汤，啊，来筷子，爸爸接过来，啊，就别吧唧嘴了。我呀，啊，我来这大个的，解馋啊，啊，这大元宵啊，是，
爸爸拿起来，嗯，疼，哎呀，一咬就咬一半，怎么样？哎呀，怎么呢？巧克力馅的不甜呐！我去，这都真事儿，嗯，到我这儿全是真事儿，这都高峰告诉我的啊。怎么那么缺德？你不信问老高去，真的。问什么老高啊？老高，干嘛还真来？嚯！您来吧，有事儿求证呢，这是。啊，嗯，他爸爸吃元宵巧克力馅儿，对不对？确实不甜。你看看，谁？哪儿就确实不甜？我们仨师兄弟儿。是啊，我师傅是侯耀文先生，没错。谦儿的师傅是石富宽先生，是。老高是范老师的学生，对。范老师是范岛爱，去。别瞎介绍啊！我师傅叫范振玉，翻译过来是范岛爱。哎，这没有，不用翻译，不用翻译叫范岛爱。对，你别跟人掺和啊！他就一个名字，范岛爱。对，哎，是，没你乱不了啊！我师傅叫范振玉先生，范振玉先生，哎，艺术家。哎，三位先生都去世了，多遗憾！哎，我师傅没死啊！哎，您怎么这一句话就说死一个？您这。等于缓过来了，什么叫缓过来就没事？谁的师傅谁了解？您这话有点过分了啊！啊，你这话应该下星期再说。好的，好的，就活一礼拜呀！啊，今儿礼拜几也过，你着不管吧？你别许给他，回来讹你。好，这碰瓷儿来了啊！嗯，挺好。这个哥俩对我来说帮助很大。您客气，在德云社这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哎呦，今生今世我是无以为报。那么您打算？若有来生，下辈子我要是当了皇上，嗯，于谦啊。你就是我的大太子，高峰，我呢？你是我的二太子。行了行了，好家伙，拿起来就说啊，这都不像话。是，凭什么你是大太子？对吧，朋友们，没有任何根据啊，往这一站，你大太子，你二太子，凭什么呀？你先等一会儿吧，你是不是脑袋有点乱呢？不，我没乱，人说真真的，你大太子，不哪儿过节喝酒喝多了吧？滴酒不沾，不哪儿，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啊？矫情，这叫矫情了啊！怎么朋友们，这叫抬杠了。废话，你列出一二三来，你有什么资格当这大太子？这还用当着朋友们面还说什么资格？多新鲜！你说谁不知道？你想，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我们。你呀、啊，你纯粹把大伙儿都气乐了。怎么了？咱说的是排行，没说合作，这两码事啊。你排行第二也合作呀？啊，你不说合作也可以啊。你说什么呀？咱就说岁数呗。啊，岁数怎么？我比你长几岁。现在咱们来个大排行，我来大太子，怎么了我？你岁数大，死的还早呢，对不对？你这叫什么话？你说那没有用。我呀，咱按大小个儿吧，大小个儿。我大大小个儿，你先等会儿。我刚才越琢磨越不对啊。咱俩都儿子辈儿了，咱这还争竞什么呢？咱们怎么争？咱也是儿子。你跟他说呀，跟他聊聊。不对了，这哎，姓郭的，哎，喊陛下，陛下，我想毙了你。去，不是我们怎么成儿子了？想当孙子？对了，去，谁想当孙？咱不是哥仨吗？哦，好，平辈儿。你说辈分错了？哎，对，当然。那从调，嗯，下辈子我要是当了皇上，我们于谦就是我的正宫娘娘，好吧？啊，起码这平高峰，你是我的西宫娘娘，好吧？这成，这不成，怎么了？你看，平辈儿什么平辈儿也不，你为什么是正宫呢？你老跟我争竞什么呀？你说这话都废话，一共封单俩人，不跟你争，跟谁争去？不是你争也没，我怎么就不能是正宫呢？我，他又来了。人正宫娘娘要求得母仪天下啊！我各位，我这模样我长得不母仪天下吗？我。对不对？这头好几年，他们就都说我母仪天下了。开始，那是讽刺你的。怎么了？母仪天下跟长得像老太太是两回事儿。这谁长相？列位看见了吗？啊，俩娘们就得要我的命，知道吗？嗨，我跟你那么说，老爷子，喊陛下。哎，陛下，平身。哎，好，你我也没跪下。您最好，您废了他，您立我。为什么呢？您不知道，他也生不出孩子来。呀！朕的江山呐、啊，就是啊，你生得出孩子来呀、啊？你甭管，我有路子啊、哦！什么叫路子？有路子就好办啊！哎，对对对，找人帮忙去是吧？哎，那是，那那从风啊，哎，那样话，那于谦你是西宫娘娘了，你还换换就好。哎，高峰你是京中第一名气啊！对了，哎，
铭记呀、啊！我下了朝没事找你玩去，你准不去。我给你打个条啊！我不相信你，我让太监替我去，那更没用了。还有路子，不行了，这什么说这干嘛？这我是说咱们仨得好啊，怎么能错呀、啊？那就让于老唱个歌吧。啊，哎，你看看，哎。哎呀，既然您强烈要求唱个歌，我多么强烈要求了，那您唱一个吧。嗨，不是，我已经发过誓了，啊、学猫叫在台上再也不唱了。要一唱呢？一唱就老骚猫了，他们说。嗨、哎，他们老宅您那个拿手的那个，对，啊、对对对咱们唱个老歌吧，经典歌曲。假行僧吧，唱几句、哎、好吗？哎，来啊，嗯。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谢谢谢谢谢谢。好，老高唱一句，我也来一句。老高刚才后台，别哦，不唱了。哦，刚才的后台我听他唱来了。我唱的是、啊、唱现代京剧，唱的好。这您听见了？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我就为练练。那一青松那个高啊，来。对对对，看这啊，我唱这个。哎，你让大伙听听啊，注意听着。哎，等会儿等会儿。嗯。我给你帮个忙，怎么帮忙？我呀，抻练抻练老高。您打家伙，哎，我唱前半句，你接后边一轻松，高腔给我留着，就让大伙儿瞧瞧您多大能耐。对，您有个要求，你说、哎、您起这调的时候稍微高一点。好的，要不然我唱着憋得慌。你看看啊，好，于老师您给指点指点、啊。哎呦，您太客气了，哎，来，我都没听过您唱。要、哦、要学呢啊，对，高一点啊。要，等会儿等会儿。哎、嗯。怎么了这是？我们说话您没听见呢啊？您再说，让您高一点啊。我还嫌低呀、啊！你起这么低，我唱不上去，费劲呢。要不再高点？要你再高点？哎哎，行，来来，对，高老师，嗯，就别支持他了。不是，我让他再高点。我知道，我听出来了啊。我劝您一句啊，您说，不能再高，差不多了。后边那还有翻八度呢，那是您呐，您得翻上去高八度那哎哎好。那别别说、啊，跟你有关系吗？没，我提醒你，没他唱前的，我接后的，这里没有你，我唱不上去，我也站在旁边眉飞色舞的，你就叉叉，这怎么的了？长了一脸没有必要的肉，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什么？我提醒您一下也不好，用不着大过节的，你今儿十五知道吗？是过节呀，过节嘛，人唱高点嘛，你在这你不懂艺术，你听着吧，哦、来吧，来来来，高点高，你瞧，越高 越高越好，要再高点，要再高，要，哎呀嗨。谁踩你肾了似的、哎？你才躺地上了 啊！我不能听你的啊！行行行，嗯，不像话了。你尽你所能。哎，这就凑合，差不多了。学哪？学哪？泰山顶上。注意啊！啊！一青松。谢谢，谁跟你握手了？你，你讲理，你先伸的手啊！废话，要脸不要脸还握手呢？跟人家怎么样？我先伸的手，让你别唱了，唱多好啊！好什么？你哪儿？我听见什么了就好啊！我让你听着点，你不听着？是我听着点呢？您就是大便干燥的腔，你那，你净这路语言，你看看，不是，就没根本什么都没听见呢。咱白唱了，咱怎么呢？唱挺好，人都没听见。什么？他没听见啊？他没听见，耳朵震聋了，有点。对，你看看，震耳欲聋嘛，太高了、啊，是不是、啊？这都真的假的？你们俩这个，嗯、我们都是戏精。再来一个吧，哎，太棒了！哎、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这回认真听了，是我听来来。穿，嘿，好地道。林海，嗯，跨雪原，气冲。那恐怖鬼故事那意思，哦那儿了哈、嗯，注意啊，来，霄汉。哎，好，谢谢。京剧窝子，行，哪儿叫京剧窝子？怎么样？您给正式点评点评，我还正式点评点评。我们挺虚心的。哎呀，这就不错啊，是吧？谢谢啊。您这个艺术用一个网络流行词汇可以描述啊？怎么形容？就是蛋疼啊。嗯。
什么评语？这都是什么玩意儿？你白兴看你唱的很好啊，是吧？你唱的又响又不臭哦。我放屁呢，是吧？什么叫又响又不臭、啊？咱们再唱一个吧。我还上瘾了，我就爱跟您合作。我也是这样的。咱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哎，好好好啊，好。哎，来来来，来吧。嚯、哦，都开始了，这是武戏，可能是。嗯来唱吧，哎好，走，哪出戏？你走哪儿去？我呀，你早问的，我忘了。您再随便唱一个，我给你编一个啊。哎，可以。《红灯记》哦，狱警传四郎豪迈步出监，出监是我的。我听这箱，这回行，彻底没声了。这回，好鞋。哎呀，谢谢。好，鞋不错，鞋不错。谢谢夫子庙大市场买的，错不了、嗯。怎么样吧？这回，这回地道不地道？地道。哎，谢谢您。跟您这么说吧，啊啊，就您这玩意儿，这儿搁一馒头，连狗都能唱。哎，你们俩等我拿馒头去。回来，回来，回来，回来。绝对是轻视艺术，哪有艺术、啊？您看不起，这是一般人来不了这个。谁都能来，你能来吗？你说这高腔来不了，不出声，谁都能来。您也能来，这太好了。大十五的大伙欢迎，让他来一个。你来这个。你躲开你！你站这别哆嗦！你说这枪得上火吗？你这玩意儿，你说高腔我不行，这不出声谁还？他老不服。哎，于老师准备好了吗？问你话呢？啊，我回答呀！啊，回答。哎，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这种态度就好不了。喊嗓子吧！哎，你吃了沙崩子了是怎么着？听着吧，是个吊门啊！啊。啊、哦，那个你高点不会吗？啊，哎、你这尽你所能吧。你学我对不对？哎，听着吧，倒霉去吧，可以准备啊。嗯，一见公之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田，站立宫阿门。哎呀，我太高兴了 ，Please， it's your turn。阿里克那给我再给骂死 ！Don't worry， 太可气了吧？嗯，哦，来呀，来呀，哎，来来，不是你的意思，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是啊，怎么样？哎，我就是真唱不上去。来来来来不是搁一馒头，狗都能来吗？可能是没有馒头，行吧、啊？不是谁都行吗？你们这叫缺德，知道吗？怎么缺德了？本身这段调门就高。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啊、那高的时候谁也唱不上去。哎，我可以试试。你行，有行的。你行，你唱前面我给你接。好，还我起调门哈、啊、你给起高点。好嘞，听着 来吧、嗯、来啊。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真好。你陪我干嘛呀？好高哎，往下唱。哎，你原来是不是在宫里上班？你少来这套，你接着我这唱。来来，站立宫阿门，叫小凡、啊、上去了。谢谢啊。对，嗯、今天算是开箱。哎，来着了，这是每年的头一场演出啊！是了，今儿来这演出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哎，有了您认识，有了您不熟悉，把他们叫出来，咱们玩会儿啊！好，玩会儿看、嗯。咱们打那边重新介绍，高峰高老板，大家好，我的爱徒栾云平，那我徒弟跟我儿子一样啊，烧饼。那我徒弟曹鹤阳，张鹤伦，郎鹤炎，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德云社有个小曲儿《大西厢》，咱们给大伙儿唱几句吧，好吗？好，哎，唱一番《云苏调》来。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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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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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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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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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走过三里桃花店呐、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哎哎哎哎哎！花店前出美酒啊！哎哎哎哎哎哎呀！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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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哎哎哎哎哎哎呀！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英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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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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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